这个神秘的女子，仿佛知道自己被盯上了。她最终决定放弃行动，只想着如何能逃离这牢笼般的剧场。而在她对面的吕寒芝，却义无反顾地要继续自己的计划。 站住！有票吗？对不起啊，我有非常非常着急的事情，我要进去。不管你是谁，没有票就是不让进。我女儿是参赛选手，帮个忙吧。我知道你女儿是谁啊，没有票就是不让进，赶紧走。走走走，我帮忙吧。走开，走。 说韩芝的枪突然不见了，是啊，哎呀，但是我也不敢确定。不过我刚刚整理房间的时候，那把枪的确是不见了呀。我明明记得我之前是特意收起来放在那里的。高晨，嗯，你说韩芝是来参加选美比赛，他身上带把枪是想做什么？ 韩芝有可能把枪换个地方藏起来，你别担心，有我在，我绝不会让他出事的。拜托你了。他怎么把礼服给换了？ 赶紧让副站长先走。主任，高晨，高晨，队长。 去，及时两个抓那个姓李的。那，快去！是。丫头们，把所有选手都押到后台去，谁敢反抗，一律拿下。 小姐，请吧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小。枪响的时候你在干什么？我去厕所里啊。你看到有人开枪了？这一刻终于还是躲不过去了。吕寒志已经想好，只要对方动手他就立刻开枪，即便最后死在这里也要杀掉几个敌人陪葬。哎，吕小姐，请坐。吕小姐，枪响的时候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洗手间。你在洗手间？在洗手间怎么能听到枪声？我没有听到枪声，我看见很多人在跑，我听他们说的。李小姐，这比赛还没结束呢，你要去哪儿？老实点，老实点，别耍花样。走，走。检查物品。快点走，还以为自己是选美小姐？告诉你，我们都盯你好久了，还能跑到我的手掌心？把你们抓住了，都散了吧。高晨出事了，他被枪打伤了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我不知道，我连他人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。你说他会不会有事儿啊？不会的。高师长，高师长，跟您说个好消息，特别大的一个好消息，总部刚才来电了。总部来电说，开枪打伤你那个凶手啊，已经被抓住了。凶手是什么人？是个女人，听说长得还挺漂亮。审了吗？叫什么名字？我特地给你问了一下，叫李雪晴。护士小姐，我想问一下，今天送来抢救的病人多吗？很多。那有因为失血过多而死的吗？有。怎么哭了？节哀顺变啊！你赶紧去产房看看吧。产房？生孩子大出血，不是应该在产房吗？
你跟产妇是什么关系啊？这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找的不是产妇。护士小姐，今天有没有重伤截肢的病人啊？也有一个。多亏了你，我终于有机会可以用左手吃饭了。吃不了了，这跟吃饭有什么关系啊？推进来的时候伤的不是腿吗？哎，不是，你到底找谁啊？我找受枪伤的。这不接了，刚送来一个，就在二楼呢。啊，谢谢啊。说了，你们知道赵丹吗？他来咱们医院看病了。真的呀？赵丹来我们医院看病来了？就是。哪个赵丹？哎呀，就是和周学员马路天使的那个赵丹呀。啊，是他。你出示你证件。哦，好的。这位大哥，能麻烦你帮我拿一下托盘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去哪儿了呢？呀，我忘了，我今天换衣服了。我通行证可能落在那件衣服里了，怎么办呀？没关系，下次啊，下次往里进。哎，主任还在里面。对不起，你没有通行证，不可以进。哦，哎呀，那不好意思啊，怎么办呀？这次回去护士长肯定要骂我了，下次来送药的可能就不是我了。不过没关系的，这位大哥，你人真的好好啊，这么帮我的忙，我回去啊一定跟其他护士说，让他们不用害怕你的。谢谢你啊。那我走了。等一下，护士小姐，请进吧，听我的，进吧。真的呀？这位大哥实在是太谢谢你了。你这一推啊，真是救了我一条命啊。主任，哎，别动别动啊。怎么样，感觉好点没有？主任费心了。主任，哎，主任，我这算是命大啊，没伤着要害。子弹取出来了，也没感染，很快就会好。伤筋动骨一百天，啊，最近啊，你别乱动，给我好好养伤啊。我嘱咐过医生了，我让他给我保证，让你完好如初。放心吧，主任。好，
谢谢了。刚才美凤知道你在这儿吵就要来看你，我拦都拦不住。这会儿差不多该到了。用不着麻烦了，一点小伤。高晨此时最不想见到的就是吕寒芝，他在林灿荣面前三两句就会露出马脚，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这种地步，除了干掉林灿荣，高晨已经想不出其他保护吕寒芝的办法了。高晨，爸。哎，李小姐。高晨，不要了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弄疼你了？没事，最疼的时候已经过去了，放心吧。可是，伤成这样怎么会不疼呢？我去叫护士。哎，不用了，既然来了，陪我坐一会儿。你就这么舍不得让我走啊？平时我太忙了，没时间陪你。今天挺好，我们俩可以安安静静的聊会儿天。那这么说，我是因祸得福了呢。其实来的时候我担心的要死，可是现在我反而有点高兴。你不会怪我吧？当然不会了。你和主任来看我，我才是因祸得福呢。爸，你看我们这个样子，像不像一家人聚在一起？像，像，就是像。高晨啊，高晨。哎，主任。啊，我来之前啊，王副主任告诉我，那个开枪的人已经抓住了。啊。我现在回总部，去会会此人。好的，主任。爸，你可一定不能放过这个人，因为他高升差点连命都没有了。我当然会让他付出代价的，不光是他，就连他背后所谓的组织，一个都不放过。爸，那你路上注意安全。请进。哟，高晨啊，这么快就出院了？啊，网友上说您要见我，要我马上过来。哎呀，这个网友上脑子都让门给挤了。我的意思是让你上班了以后来见我，不是让你马上来上班。养伤是小，工作为大嘛。来来来，赶紧坐，赶紧坐，快坐。哎呀，高晨啊。我刚才还在想，我们这种刀头上面舔血的工作啊，我这把年纪真有些力不从心了。该是时候让你们这样的人来挑大梁了。可是你现在有伤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等你养好了伤再说吧。主任，我的身体没有问题，有什么任务尽管安排。要是你身体确实没问题的话，这个任务还很紧迫，交给别人我还不放心。你先看看这个。
高晨努力控制自己，平静地接过资料。这几个月一直努力想得到的最新的天网计划，因为吕寒之的闯祸而意外得到，这一枪也算是挨得值得。天网计划的核心就是拉拢沪上的名人跟皇军合作，若有不从或抵触者，那就让他们从这个世界上面无声无息地消失，就像当年吕其松一样。这份名单是南京方面和日方共同拟定的，从现在开始你要一个一个的跟名单中的人接触，最后由你来决定他们的去留。我是这个计划的负责人，也是你唯一的上级，记住，保密级别绝密，绝不辜负主人的心。族长，有心事。我一个棚户区的小居民，能有什么心事？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喝点咖啡吧。这里的咖啡还是跟以前一样醇香。还记得这家咖啡馆吗？当然记得。你今天约我来喝咖啡，心思不在我身上，是不是很反常？时间过得好快，一年多没来了。这一年多，你一定经历了很多事情。送你个小礼物。真用的？你怎么知道？那天在选美现场，军统派出了一名选手被抓了，你扔的那把枪在他手里，这把是他的。如果让76号知道有第二把枪的存在，他们会不遗余力的把第二名枪手找出来。是你在帮我？我没有养活好我的同伴，是我的失职。但是他既然被抓了，我就要消灭一切你的证据。这么说，我开的那一枪会挂在他头上，他们会把他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酷刑面前，要么成为叛徒，要么熬过去，生不如死。其实任务的当天，我们是要在选美现场
除掉韦市长傅小安，他行动我掩护。谁知道出了这个意外，让那个姓傅的给跑了。那个姓傅的汉奸还能再除掉吗？也许吧，他现在肯定是躲起来了，以后再抓到他难度可就大了。都怪我不好，你们计划的好好的，本来可以成功，是我太多余了。不是的，真的不是。不是吗？不是。韩寿民担心吕寒之发现自己叛变的真相，正因为如此，他才希望不择手段尽快得到他。组长，对不起。陈总监，我帮你不是要听到你说对不起。组长，我有一个小请求，你可以答应我吗？说吧。如果我现在不能为那个女选手做点什么，我真的无法原谅我自己。所以，我请求你，让我替那个女选手完成她的任务。韩寿民希望和吕寒之重新建立某种关系。只要能时时刻刻见到他，哪怕是上下级也好，所以他决定将这出戏演下去。他要彻底控制吕寒之。他可是我们小组最出色的行动队员，他能执行的任务不是谁都能完成的。哎，想起你当时的表现，我至今都记忆犹新。可是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看那天我一个人单枪匹马，不也把选美现场搅得鸡犬不宁吗？军统上海站虽然已经全面转到地下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组织，恰恰相反，危险的环境让我们的军规更加严格，行动更加缜密，绝对不是给伪政府捣捣乱这样儿戏。你要是真想帮他，你就要像他一样做好完全服从命令、效忠党国的心理准备。你可以吗？我可以。好，那你单先和我联系，有任务的时候我会通知你。好。对了，今天从酒店撤退的时候，你们怎么没有人策应一下？我们没有门啊。组长，你是不是觉得那天的行动不像是我一个人完成的任务？那是不是证明其实我做的还不错？对。组长，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其实我那天想杀的人不是高晨，是林灿荣。韩寿民万万没有想到吕寒之的目标会是林灿荣，凭他这段时间对七十六号的了解，任何人想要单枪匹马杀掉林灿荣并安全脱身，这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纵容自己的心上人去干掉自己的心靠山，这种两败俱伤的荒唐事，他绝对不允许发生。绝对不行。为什么？你不了解特工总部，戴老板在上海经营了那么久，最后还是一败涂地，怎么能够被你一个人挽回局面？你要暗杀的是特工总部的副主任，这简直就是儿戏。可是组长，
我差一点就成功了，要不是因为高晨的话。胡闹！要是没有我呢？要是没有李雪晴呢？你的命早就没了。吕寒之，现在我以上级的身份命令你，绝对不能对林彩荣采取任何的行动，至少现在不能，知道吗？组长，对不起，这一次我只能对你说话。林灿荣是我的杀父仇人，哪怕是赔上性命，我也一定要给爸爸报仇。明白。你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你的伤。你不都看到了吗？就这样。他呢？他是谁啊？没谁。你不是说要给我洗碗吗？我吃完了。去洗碗去吧。吕管家，说心里话，我还是挺怀念你当管家的那段日子。有个漂亮姑娘在身边，帮我做饭、做菜、收拾家务。早知道，我就多用几个。高晨，不要让我后悔过来看你。我知道你和他们不一样，来看我。就只是来看我。那当然了。洗完了吗？快了。你洗得这么认真，我很感动。刚才我只用了一个碟子一个碗，你就洗了这么久。洗完了，你还要做什么事情吗？没有了。那不错。怎么还不走？说吧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比赛那天被捕的女孩，能不能拜托你把她救出来？我知道我这个要求很过分，能不能求求你去通融通融？如果需要钱的话，我可以去凑。你真的认为这是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吗？如果需要什么营救行动，我也可以配合。我现在做什么都可以。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高晨，你应该知道，那天开枪的人是我，
打伤你的人是我。你要恨，就恨我，不要去恨别人。那个女孩，她是被我连累的，我一定要把她救出来。高晨，你能不能看在我们以前交情的份上？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吕寒芝，你大庭广众开枪打伤了我，现在倒好，想混进76号救那个女孩，我告诉你太天真了。你真的以为你每次都能运气这么好吗？你真的以为这个世界包括我会永远对你这么仁慈吗？我没有来过。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屡屡以身犯险，高晨很生气，气他让自己一刻都不能放心，更气自己在他需要保护和照顾时如此无能为力。躺在医院病床上动弹不得，只能听别人宣布吕寒芝生死这种事，他再也不想经历第二次了。找高晨啊？我当然不是，怎么可能？既然都来了，那就跟我一起去吧，好歹他也生病了，你应该去看看他呀。我不去了。美凤，你知道的，我一回到寒园就会想起以前那些难过的事情，所以我就不想回去了。寒芝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况且又跟高晨在，也绝对不会给你机会让你想起以前的事的。还是算了，你跟高晨你们好好聊。寒芝，你就跟我一起去嘛，人多的话还热闹一点啊，而且就只有我们两个的话，我会有点尴尬，你要去的话高晨的话也可能会多一些呢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，往事知多少。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，月明中几多愁，恰似
小楼，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，月明。